每个宝宝都如天使般甜美，宝宝的肌肤也同样娇嫩细腻，每一次接触都如母亲的轻抚，每一份呵护都充满被爱的感觉。全新升级爱生活云柔清新婴儿纸尿裤，更柔软，更透气，更轻薄，给宝宝云柔般温柔呵护，薄如蝉翼，宛若新生，尽享关爱。爱生活纸尿裤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全球权威第三方 SGS 各项性能认证，通过在线热压工艺形成 3D 立体凸点双面层，更柔软，立体凸点可有效减少宝宝皮肤和尿裤表层接触面积，摩擦小，屁屁零负担。芯体薄至 1.35 毫米，超薄超能吸，吸得再多也持久超薄，绝不起团断裂，没有 O 型腿，让宝宝发育更健康。甄选每一层材质，底层超过4000个透气小孔，可以将尿液中的闷热湿气快速排出，清爽又舒适，告别红屁屁。现在我们来演示爱生活纸尿裤的各项性能。准备的工具有爱生活纸尿裤 L 号一片，1000毫升模拟尿液，200毫升量杯两个，100毫升烧杯两个，热水、色素、剪刀、粘贴板、下渗筒、纸巾。首先，我们来做透气性演示。用一个100毫升的烧杯装满热水，将爱生活纸尿裤放置在装满热水的烧杯上，然后将另一个烧杯倒置扣在纸尿裤上，等待10秒钟，观察倒置烧杯杯壁变化，发现爱生活纸尿裤透气速度非常快，透气量大。接下来我们演示吸收和干爽性，将爱生活纸尿裤固定在粘贴板上，利用下渗筒给纸尿裤加入200毫升模拟尿液，取下下渗筒，等待两分钟，再次加入200毫升，取下下渗筒，等待三分钟后，将纸巾放在纸尿裤上，并轻抚纸巾，观察纸巾上是否有水渍。再取一张纸巾放在尿裤上，适当用力拍打三下，观察纸巾上是否有水渍。发现爱生活纸尿裤吸得多，吸得快，回渗少，干爽性好。最后，将吸收了400毫升的爱生活纸尿裤进行抖动，抖动后的纸尿裤非常平整，不起团，不断裂。将抖动后的纸尿裤剪开，可看到爱生活纸尿裤吸收颗粒晶莹透亮，饱满，完整性好。爱生活云柔清新婴儿纸尿裤，在充满自然气息的优美环境和全封闭的洁净车间中进行生产和包装，让安全、轻柔、舒适伴随宝宝健康成长。